欢迎收看宝岛漫步。同款的脚步，今夜会当哦，一分一秒将近无的结束。今夜会当哦，酸酸甜甜又苦苦。伊讲你袂来伤心。怎样你目屎像落雨，我知影你上敖跳探哦，为怎样你一直跳差错，今夜的探哦，离别的探哦，这是你我悲哀的探。同款的音乐，同款的场所，提一步进一步，同款的节奏，同款的脚步。今夜会当哦，一分一秒将近无的结束。欢迎收看《宝岛漫步》，陪您欢喜，陪您笑，陪您健康无烦恼。哇，咱今麦来欢迎一个哦，因到我上就是咱的黄顾问。嘿嘿，感谢你今日来到阮的贵宝地《宝岛漫步》的节目。过年得要到啊，就讲讲拢爱来到战声那边。对啊，啊来吼，替一个人代班呐、吼，啊今日吼嘛是够有好康的对无？今日想够好康诶、就是，所以大家唔好错嘛，唔好错过哦。过年要搞啊，讲拢爱变好康诶。对啦，对啦，还有一个吼大优惠啊，呢吼年终大优惠啦，安尼啦吼，啊，咱身体也要健康吼，真正吼是上一很好诶代志，所以咱吼啊，看到吼你着足欢喜诶啦，身体着会健康。无，迄叫做迄叫做年底吼，年底咪拢爱领领迄落领年底奖金。嘿，啊，咱身体年底嘛着爱领年底奖金。对啦，安尼好用。
好健康。哎，领年底奖金。哎，所以吼，咱的大兄大姐也看到你来，拢真欢喜的，嘴也拢笑眯眯，会足健康的。对对对。啊，卡叔后生问题要请教咱的黄棍吼，啊，也是要分享吼，您使用过伊的产品安尼吼，做恁卡电话来，咱的电话就是0800-8638888哈。那要卡电话吼，你啊，譬如讲有个人来拍摄，讲啊，我都唔捌买过物件，要问拍摄。你不一定要买物件再问呢，你有啥问题都感觉疑问呢？啊，你唔知道是啥物所在出问题，会当问看卖啊。反正我都会知道，我都好哪会知道就讲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上面疑难杂症拢会使请教啦，吼，已经这样吼，有问必答，黄顾问。啊，昨吼有一个大姐卡来问讲吼，咱诶迄个食迄些底层诶，迄是虾米啦？啊，伊感觉讲前几工伊无听停车，啊，我会记讲有一个观众朋友吼，伊有生底层，啊，大便吼拢做无顺诶，啊吼。是不是和这有关系？有哦，那无关系。哦，啊，是不是爱有迄个什么益生菌，是不是有帮助？有，一定有，一定有帮助。来，我先甲大家解释什么叫做底层哦。底层就是咱我讲较明的，莫讲较伤婉转吼。嘿，无咱会听。我惊恁会听无，就是咱放屎出来所在。嘿。咱放屎出来的所在，迄空迄做迄做肛门。肛门。那么肛门伊这顶头一个括约肌。收缩的，甲塞针就断的。收缩的，嘿。我讲安尼足明的，讲一句话较叫做较讲了较无水准，较无卫生。啊，但是我刚完讲了较无水准，大家听有。吼，咱大兄大姐听有。对，咱个肛门，咱塞被放出来是咪？安尼，甲针就断，针就断，对不对？是。啊，这叫括约肌。啊，括约肌顶头只吼，顶头只这直肠啊，直肠只伊即卖安怎？这咱个咱塞位只放出来，啊，顶头只我大肠的所在。哦，啊，伊只安怎嘞？伊安尼收缩收缩，啊，即马伊若截掉的，伊才有足侪静脉，你知道？啊，就截掉的了，伊才就会伸出一粒一粒。哦。啊，这叫那只这内底只伸出一粒只，这叫内底。哦。啊，那是下骹只伸出来，这内底较我内底只伸出来，这叫外底。哦，会造出来，叫做外底。会造出来个话，这叫外底。啊，底内底只叫内底。哦。啊，咱先来压迫，长期性吼，就是讲顶塞。顶塞，嘿，塞尾拢顶顶有无？顶塞啊去截掉的，啊截掉伫伫伫顶，你即摆伫你顶来时阵，顶落伊截落，顶落截落，顶落截落，截个截就发炎，啊就一粒一粒生出，来滴。哦，迄叫来滴，就是塞放袂出来。顶迄个塞，迄个塞头钉啦。长个红眼啊，你若塞头钉吼，当然咱红眼啊塞头钉，咱做爸爸妈妈的拢安怎，较早的人拢安怎，直接撑入去，手撑入就凹出来，就搞出来，就搞出来啊。啊，即摆少年唔敢啦，即摆少年讲啊，迄无卫生，迄拢塞唔敢。哦，但是较早的人你拢会知，啊，所以讲啊，你除非就讲你家己，你若讲要预防底层，当然就是这塞头卖有钉，卖有安尼一体压迫，一体压迫，安尼会较袂去容易生底层。啊，佫一点就是啥啦，塞头面啊卖有钉，啊，佫一点就是啥，佫一点就是你的大肠的系统爱正常。哦。咱的塞头先来钉，就是咱的菌无正常。那么无正常，咱大肠是伫咧吸水的，你知影？啊，即摆水开了伤过头，啊，开了伤过头就变顶塞，啊，顶塞就去缀掉的。啊，咱爱去，咱爱去，咱爱甲内底个菌吼培养较侪咧，培养较侪会软塞，会去分解啦，会去分解啦，哦，这足重要的。对对对对。啊，就爱，所以就爱咱的迄种迄个来转变。啊，譬如讲伊这菌吼，就是讲咱这叫做咱过去捌去讲到这叫做。啊，这个是杜邦菌哈。那么杜邦菌伊就做者研究报告，就是讲，伊去饲你的肠啊内底菌较侪，我都去分解这物件，啊，较卖伊拢讲安尼顶塞啦。哦，啊，你也卖常常顶塞吼，特别发生这内底外底的问题。但是这爱时间哈，因为咱大肠顶塞有一几种做法，一种是灌迄个灌肠。哦，有对。哦，即煎个灌灌肠，和油，迄叫油啦，哈。哦，可以嫩起，可以骨骨。灌肠叫油，灌肠叫油，灌了了，伊骨骨蛋了，足的就造出来。嗯。哦，这个叫灌灌肠。嘿。另外一种叫食漏塞油啊。嗯，啊，不过这无遐多根本治疗。啊，漏塞油啊，伊就是安那，咱个大肠可能蠕动较慢，漏塞油食了伊个大肠刺激，啊怎，挤，啊怎甲塞挤出来。漏出来。哦，啊，佮另外一种较天然的方法，哦，比如讲加食一寡益生菌，那益生菌可以去肠仔内底即个做啊，伊个肠道内底即个菌相较齐全，嘿，哦，伊就较无容易顶塞。哦，好，益生菌会较慢。哦，益生菌会较慢，漏塞又会较紧。嗯，
当然是老西药较紧啊。但是益生菌也较健康啦。哎，较健康也算长期吼，把咱的肠啊保养好好，好好的菌吼增生较侪咧。对啊，咱就袂长期便秘，啊，就袂发生这个代志。啊，老西药是会一盖就流出来，安尼尔肠啊袂健康。对啊，所以讲咱个底层，底层伊个源头就是爱心的软塞。啊，你讲内底的部分，内底迄个去处理掉，迄即马。迄手术足简单，迄一下就好啊。迄内底安怎处理呢？一般内底的处理方式哦，若较严重的直接挂啦。啊，若无一般叫阉掉啦。阉掉。哦，咱内底安尼，比如讲才生起来出来。阉掉。生起来出来，啊，咱个较早咱来阉狗啊吼。那较熟的，咱用刀啊落去挂哩，吼。啊，有的是用树恁怎缩的有无？啊，缩的会怎黏你哦？我漏掉诶！啊，咱个底层同款，咱用咱即摆腌底层是哪腌呢？我那个缩起来。真正用蚯蚓，真正是用蚯蚓甲缩起来。哦。啊，缩起来即摆哪缩哪缩，迄内底就落掉去。哦，是安尼哦，科技愈来愈发达啦。啊，上吊就是爱甲肠啊固用。啊，佮一种抹底层的油啊。系。啊，你若已经有底层，已经啊，迄落就是抹迄底层油啊。嗯。哦，迄抹抹了啊，但是你爱记哩。你莫让伊佫生出来，原因就是因为我咧讲，真侪人底层药抹袂了，佫过一阵仔就佫生出来。哦。啊，是安怎呢？因为伊长期性诶，安怎？伫你压迫啦。压迫啊，长期性吼，肠啊无用啦。对。啊，你啊甲普通时甲肠啊吼，会困扰养护健康，啊就袂啊啦。啊，你啊讲哦啊哦安尼，我要来食这益生菌，听讲伊着做底层诶好去。我甲你讲，你若已经底层拢造出来吼。你什么益生菌嘛不好啦，你是抹药再讲啦。嘿啦，先把药抹好消气，啊，再来哈个来第二步，就是把肠啊吼，诶菌吼过用，过用起来，啊过用吼，较袂闭结，啊肠啊吼，迄个屎吼较袂积定定，啊就会好起啊。因为我咧包括我咧介绍产品，我咧讲物件好，我无介意讲迄伤咸，你知？迄真正我捌听过人讲卖益生菌，讲啊你做你家食，哦，还食食提升个消气，我讲你打死哦。讲安尼有较含啦，不是啦，你唔捌嘅代志啊，啥咧乌白讲，你为着要卖物件，啥咧乌白讲，害死人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讲吼，你得爱先把迄底层吼，互消炎吼，消气吼，安尼，啊，麦佫生出来，互消气的时阵吼，啊，咱就是第二步，就是把肠仔困，饲好，够用，把好的菌吼增生出来，安尼吼，咱就较袂闭结，对，啊来就豆豆，就较袂有即个底层嘅现象佫出现啦。好，安尼，啊，咱即摆是毋是先来听歌，甲你介绍，来听歌。再会啦。
做伙来分享观众朋友吼，电话紧继续卡哦吼，有问必答吼，伫遮等要甲恁回答安尼。啊，今日好题目伫咧吼，啊，有感觉吼较轻松吼，因为你看到黄棍啊，恁会足欢喜的对无？因为吼，恁有啥问题拢会当来请教。没啦，都交流啦吼，会当了解就讲个大家听啦。嘿，啊，你若用到伊的产品吼，食了吼，要分享嘛，紧卡电话来分享咧，紧卡来分享，因为啥物呢？足重要的哦、喔，因为咱等下吼有一个迄、那个。其实咱讲起来，你若讲食我的食我开发的物件、产品啊，食食的吼，你讲改善啥，其实我拢足欢喜的。对啊，啊所以我也足甘心的咧。伊会足欢喜，感觉讲哇，吼咱的大兄大姐吼，身体变健康。啊，所以等下吼，咱的年终吼大优惠的时阵吼，我较好处理一点点嘛。张金吼，张金有迄、有迄个做一个购物频道吼，啊要拜托我写配音啦。啊，就要求安怎？要求迄成本够低啦吼。哦。我讲迄落物件我袂晓做啦。嘿。我嘛袂晓写。嗯。迄片我嘛袂晓写。那做迄落有良心的代志。不是啊，你我著讲啊，你著讲迄落做你料落较重的，用较好的，啊，迄落做食了会改善。对，咱用迄个真材实料啦。啊，咱即马吼电话交接，进来来甲接一下吼，来，喂，你好。你好。我来等。我等去啊，歹势，收慢吼，你搁卡一届，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喂，阿敏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车工，我迄个啥，要甲你问讲，我有买益生菌，迄个啥咧，我有高血压，搁有血糖丸，啊，搁有胆固醇，啊，敢会使食？会啦，咱袂使，食迄真好哩。安尼哦，嘿啊。对，啊，我着今仔收着啊，啊，我着是讲，你对我今仔有来，搁甲伊问看卖啊。袂啦，你着做安尼个食，吼，我甲你讲安尼食。哦，安尼怎样？一摆吗？一工食一摆就好啊。康巴胶，系啊，康巴胶上好，哈。嗯。啊，食完的时阵吼，刚刚要出了油气，啊，食完的时滚水吼，加啉一点。水啊，加啉一寡的，哈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哦，拜拜，谢谢，哇。观众朋友，电话紧继续卡，空白空空八六三八八八，他拄啊吼，想嘛，甲你接接无电，麻烦你搁卡一盖哦吼。啊，咱吼要来分享嘛，会使来，紧来甲接接。啊，来你好。喂，你好。我要请教黄顾问。哎，来。哎，我有买恁的迄个阿通的哦。嗯。哎，就问下，有伫食抗凝血剂的药啊，敢袂使食？隔迄落隔开食着。隔开食着。隔开食着。哦，安尼哦。哎，啊，食两粒着，哈。好因啦，这顶礼拜甲这礼拜才安尼。对啊，一工也是逐工。有当时啊会，有当时啊袂。有当时啊，啊拢暗时啊透早。迄个暗时啊，若爬起来吼，啊来困爬起来，有当时啊，我那喺厝想喺厝里洗安尼啦。哦，迄伤冷啦。迄伤冷哦。嘿啦，我讲天气伤冷啦，毋是物件伤冷啦。我迄毋是安怎？嘿啦，迄天气伤冷啦。天气伤冷，穿较少咧。啊，你爱注意你的血油嘿，你的可能血嘛较弱哦嘿。哦，血较弱哦。嘿，血较弱嘛安尼哦嘿。啊，我唔过咧食你阿通的哦，食要几十罐啊。嘿。我从你开始我来直直食。对，啊有当时啊寒天血较弱一罐。安尼哦。嘿，水加啉罐嘿。哦，安尼哦。哎，对。啊，较早咧食阿通的都袂要紧，啊，即卖一两日。反寒反热，啊，你洗身躯之前爱啉一下水的嘿。温开水哈。哎，洗身躯之前啉一下温开水，好不好？哦，安尼吼，哎，安尼毋是无安怎啦？迄袂安怎？迄就跟你天气变化加减。哦，安尼吼，哎，对，好。都爬起来上头，像要厝咧洗安尼来。对，好，啊，明年你就买啊，嗯。哦，安尼吼，好。阿温，这是食品哦，毋是药啊。啊，你也爬起来先，就套一领外套，安尼吼。好，安尼吼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阿敏好。哎，是，我是黄顾问伫遮，嘿，请讲。请问黄坤，讲我手骨，我南投吴太太啦。哎，是你哦。啊，迄个我手骨头吼，痛到安尼，规支手足疼，要食啥较好？哎，麻无？
麻痹啊，干那疼。两只手还是一只手？一只。正手还是倒手？正手。啊，举会悬无？就是也无啥会悬。哎，也无无。无啥力哈。哎，也无也无也未过无。也哦哟。手用起阿伯敢有法度？也无也未过无。后后甲裤头下啊面顶就无法度啊。啊，五十斤啦，等下你注意听，今日讲哈。五十斤哦。哎，还五十斤。爱食药有效吗？哎，你等下你听我讲哈。等下哈。有诶尖啦吼，有诶吸啦，拢叫用过啊。无困难啦哈。等下下一段你详细听哈。好好好，谢谢。我有甲你食迄个叫做。食少的遐真好啦，食遐拢无咧少啊。安尼吼，感谢感谢，我要几下摆啊。哦，阿草啊，多谢你。好，啊，等下详细听哦。好，下一段好，好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阿敏哦。嘿，是请讲。哦，阿敏哦。喂，请讲。好，来请讲来。哦，你通的啊吼。嘿。啊，敢会食脚酸的？我食食，头壳拢袂疼啦，无我拢不时去注射。哦，安尼啊，哇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，恭喜你！哎，吼，我拢哦，好三工四工落去注射，个头就疼。嗯，啊，即摆拢袂疼，足好诶。你迄就是本来袂通啦。嘿啦。啊，哎，本来袂通啦。嗯，迄啥呐？本底袂通啦。啊，我要问黄高文。哎，甲，我要问哦，迄脚哦，有阵时安尼，安尼。行到暗，会安静静的是安怎？诶，脚盘静还是脚底静？脚底。脚底哟。脚底含脚盘。脚底含脚盘。诶。啊，脚暗才会哦，啊坐咧会无？坐咧袂。坐咧啊。脚暗。脚暗行来脚会安尼晓？诶。哦，迄末梢循环歹。哈。迄个末梢循环那歹啦。迄是安怎啊？末梢循环啦，迄个阿通啊继续食啊啊继续安尼。伊对，甲你妈妈改善。过一段时间就改善。阿通啊食就好啊吼。诶，过过一段时间较袂。我即下个鼻还未开咧。我甲你讲，你迄较早无食，佫愈严重咧。是哇，哦，我直接头壳整个拧起来啦。你迄脚底脚盘症，较早无咧食，佫愈严重咧。我甲你讲。哦，迄头壳啊，啊疼哦，啊疼到有当时安尼。嘿啦。安尼用要死死哦。袂啦，你若做安尼，佫继续甲食，佫一段就较袂，佫较袂。伊迄头壳疼，就是因为无通啊，通啊食了通了，你就袂疼。你有糖分啊？你是毋是有糖分？我无糖分，我有血压尔。哦，有血压无？哦，所以你安尼，阿通一定爱继续食，唔好断哦，唔好停哦，哈。啊，我血压冇在食，阿通也冇在食。安尼好，赞，好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安尼哦，多谢你的分享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喂，哎，你好，蔡哥，哎，是你好。哎，是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他拄仔迄个大姐咧讲吼，我诶情形甲伊同款咧。都是保温。他看，吼，还是看。他，我来讲吼，拢我即马困桌边吼，他翻过来坐边，我头壳都会酸呀。哎。哦。头壳都会转啦，会转啦。哎。哦。哎，这两天啊。头壳都会晕啦。你若翻。爬起来吼。嗯。爬起来嘛是爱刮紧花，无就头壳晕啦。哎，迄落会流较歹，寒天翻寒啊咧。哦，安尼哦，嗯，系啊，我阿汤咧，我看两组大组，还佫一组细组的啊。啊，你赶快，你安尼，你甲困前食嘿。嘿。困前甲食。要困以前甲食。困前食对吗？好，啊，食几粒？嘿，食两粒。啊，你加一粒好不？即马即阵啊，较寒加一粒吧。加食三粒。哎，即几工啊，较寒加一粒吧，哈。有听到无？喂喂。好啦，安尼做即几工较寒较加一粒吧，哈。还有当时啊，天气反寒啊。咱会老会较慢，啊，加一粒吧，吼。好，好，拜拜。伊怎电话怎断去啊啦？嘿，咱天气较冷的时阵吼，咱阿通的就搁加一粒，安尼吼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我先搞迄个黄顾问。嘿，是，请讲。你就是了。哎，我是黄顾问对。我吼，我左边阿君啊，你知无哈？左边，嘿。靠近头发这边。嗯。哦。门脚这吼。这有一点哦，吃吃拢安足酸软的安尼，嗯，迄是啥物问题？迄风池穴，伫只，啊，风池穴伫只，风池穴啦，风池穴啦，唔是风湿菌啦，风池穴，哎，我你讲，还有一个穴道而已，还有一个穴道哈，还有一个穴，啊，你偌久，安尼偌久啊？嗯，我嘛唔知偌久，反正今年尔啦，唔知当时我嘛袂记的。今年尔吼，啊，伊无恰恰疼，有时会，唔是疼酸软啦，
啊，唔是常常生弄，有时有时生弄，有时个袂。哦。就今嘛，今嘛会。欸、来，迄我跟你讲吼，那反寒嘛较会，啊较疲劳嘛较会。拢袂啦，疲劳我拢无做啥物啊。无做啥都那困较无眠嘛会啦。我最好困的哦。啊，最好困的吼。安尼就是天气。嘿，啊天气，安尼天气。啊啊，那咧生冷哈，我都用贴布来贴一下。比方说我晚上很生冷哈，我晚上要睡觉的时候。你的我跟你讲，你的比如用那布药给抹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用那布药给推一下。用那个小护士的会使不？哎，凉凉的，凉凉的给推一下。会凉的。会凉的。会凉的给推一下。啊，我有迄正常迄保龄胶，你也有，你得给推一下。给推一下哈。嘿。哦。嘿。哦。好好好。对，给推一下，还有血液循环好者。嘿，安尼知影无？好，啊，搁一点哈。嗯。那个。讲较歹听的，就是大便很不顺呐、啊。哦。哎、啊，益生菌在补充。又是，又是放那边哦。哎，我知益生菌在补充，那叫肠燥症。哎。肠燥症呐、啊。哎。益生菌我已经吃差不多半年有啊。哎，你吃什么种益生菌？那个葡萄糖的呀、啊。葡萄王啦，葡萄糖。葡萄王。葡萄王啊。对啦，嘿。哎，吃加几包啊？啊。加几包、啊？吃几包呀、啊？多吃几包啦。哦，一天的呀、啊。哎，一天多吃几包。他是跟我看那个说明啦、啊，是我女儿买的啦。哎，嗯，他说一天吃一包啦。你也普重的啦，就刚刚吃四包啦。我就照三餐给他吃，就是一天吃三包啊。哎，安尼塞呗。哎，安尼塞，煮安尼个吃。就持续吃下去就对了。啊，你若食了要吃阿炳啊，这广告这，你再去买阿炳啊广告这，买较贵嘿。哈哈哈！哈，买较贵。你的葡萄王较贵。系啊。嘿。哦。嘿。有效较要紧啦，贵是无差啦。好。啊，你若食了，若要参考阿炳啊，这再去参考。好。我吃下吼，阿甘嘛袂歹，试看卖咧。你遐阿甘嘛吼，无改善话食。我这阿炳吼，报到慢慢阿家，试看卖，看会改善未？安尼吼。好，我等我这。不要紧，你食了再讲啊。食了讲。加食几包哈，食了再讲。好。好。好，会长照症哈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哎。喂，你好，请讲，我是阿炳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请讲。阿炳。嘿。就是太太，你好。嘿，你好，在家。我玛丽亚。嘿。我是一个真特别的人，哎，我要找黄顾问，哎，黄顾问在家，请讲。黄顾问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嘿。我食你的糖绿肉吼，嗯，昨拜二去检查会，拜二去糖化血色素6.1尔。啊，你真水，哇，赞呐，啊吼，嗯，啊，那血红素才存6.6，啊，今嘛这。欠血吼，爱食啥哈？欠血营养爱补充。嘿，啊，营养无欠是欠血了。哦，营养无够才欠血。哎，啊，你会使，伊会使甲补充迄个，咱的迄个粉工包迄泡的迄啦。哦，迄会使。嘿啦。哎，啊，迄款的吼，啊，迄款的紫米紫锦粥，迄有无？嘿，迄我嘛有食。哦，好。啊，你的迄糖粒咯。我一天吃三粒尔，吃早时。迄不要紧，迄吴医师开发的，啊，赶快问我嘛，赶快。嘿。啊，拜二去糖化血色素6.1尔。安尼真好，安尼真，啊，继续来吃。啊，就是，所以，起码这就是血红素才剩6.6，爱吃啥？哎，稍等嘞，咱再给你回哈。我再给你回，讲要吃啥？嘿。好，你糖绿肉。真紧，我食还袂食，就还袂食掉呢。安尼好，恭喜恭喜，买较低呢。袂，安尼真好，继续甲食，好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啊！哈，爱甲大家讲，家己爱食。好好，啊，下礼拜，咱下礼拜吴医师会来，啊，吴医师来吼，伊买好康诶，诶，尤其这糖粒肉，我有。我食是张米粥有食，糖粒肉有食，啊，目睭莲有食。好好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请进来。你好。进来。喂。你好。请进来，大姐。要问黄顾问。你讲。我
我吼食咧益生菌，恁毋是食了较济，也毋是吼，一天拢放几啊摆啊，拢啊酸酸定定要放咧。安尼，甲检查一包啊，嘿。吼、哦。嘿，甲检查就好。检查就好啊。嘿，检查就好。哦。嘿。哦。安尼知影吼。我试看卖啊。对对，甲检查就好。检查一下。我吼，迄益生菌咧一捆，甲你买十几包咧。啊，你一工要食几包？你一工食几包？一工食两包啊，最后食八款咧。哦，安尼反正八款就卖影响，你两包照你讲卖啦。哈。两包啊，你即阵啊，照安尼也是，逐工拢爱足久啊。我即食无偌久啦，就差几十工咧。啊，几十工啊，同款食两包不要紧。嘿，伊迄个你，会豆豆甲你调。迄伫你调整好都总袂记哩吼，啊，我甲你买两摆，即马内底十四包。哦，大大个食，一工食两包，你得噻，哈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哦，啊，咱即马吼先来听一个歌，好，再来继续吼，来。境啥款，无论是经过几落冬，对你的真情不愿放，不只为你地思恋，我一生最爱你一人，无论是天边也情对你的爱，永远我也不愿放。无论是环境啥款，无论是经过几感恩大优惠哦，今日咱黄顾问来吼，哇，一定够大回馈。讲过年到啊，大回馈啦。对啦，嘿，啊，咱今日讲过时间，你家看头前这，就是咱的顾忌日。今日要讲这個，做顾忌日。嘿，啊，顾忌日太侪人食了吼，反应太好呀。嗯。哦，顾忌日，你都我来讲啊，你都咱的骨头吼，咱是靠肌肉来撑起来。对。啊，你肌肉若烂吼，骨头都袂用啊。哈。啊，所以讲，你若软脚哦，啊是无力，包括拄只即个大姐讲吼，压袂起来。
哦，压袂起来，这吼，哎呦，五十斤啦。嘿。哦，啊，咱骨脂你伫你食拢会对伊相当的帮助啦。哦，伊会对咱的肌肉有帮助。你若讲压袂开，这吼，那即期的经验来讲啊，吼，安尼拄开始啊，压压无啥关，差不多食。食差不多过半月，过半月就会较差，对，有感觉啊。啊，啊，拄开始嘛较袂遐疼，安尼吼。啊，佫有哦，卡多迄大姐讲伊个卡多林，嘿，哦，啊，你若卡多林，我就讲啊，你爱软开，哦，都走路较会软开，较袂跌落个，嘿，哦，啊，你就食这个做咱个骨脂粒，因为伊内底这成分包括鲑鱼蛋白哈，那么包括着内底这个做支链氨基酸，啊，包括着内底这专利的这个做。哎，这个做咱讲的，迄个做食肌肉的，这个做建造细胞的，啊，这拢有相当的帮助。对。啊，所以伫你食，你要哪食，一工甲食两粒。嗯。哦，保养。啊，你若要较加强的，像拄啊讲的，这也袂开，这你着早暗拢甲食两粒。嘿，迄着爱加强啊。啊，迄着爱加强。嘿啦。啊，咱之前捌卖过吼，这我咱讲实在吼，你若捌听过，就是讲咱这个物件吼，我徛开吼，我惊迄落。来，我嘛看看。咱这内底 NADH 就是即马市面上咧流行的吼。那市面上咧流行的，对这个做年轻啊，这个对咱的肌耐力，啊，甲对咱的这无力软卡。嘿。咱这即马六十粒，伫个网络伊的定价是伫个2500。是。啊啦，我之前捌买过，买食佮送食。嘿。哦，啊，咱今日诶广告时间有限啦，啊，卖我也卖甲大家啰嗦。嘿，爱关键。啊，就讲过年到啊吼。对。爱优惠。嘿。所以安怎呢？咱一盖一组安尼2500，对，买两组是安怎？5000，5000吼。哎，今日要，啊，今日过年搞，我爱食嘛。哎，对对对。哦，啊，食嘛，我就搁加加食出来。哇！哦，啊，这都卖啰嗦，我就拢卖啰嗦。安尼就是5罐，5千，啊，但是我讲啊，过年吼，过年爱较加强的，对，爱加强，较优待的，哎，爱优待。哦，所以我拜托，我拜托阿敏啊，讲阿敏啊，你嘛表示者。哇，那有准备哦！哇，你看这支有水无？对，304的嘞，这个印咱今年虎年的。虎年，哇，这支真正。啊，你这款几支要送？哦，我甲你讲，款几支要送？数量有限。数量要款几支？你讲啦。200支尔啦。200支哦。嗯。啊，来，但是我感觉讲哦，这阿敏啊，我安尼送哦，过去拢一直甲拗哦。嘿。今日换我来拗阿敏啊。哦，你要去甲拗哦。换我来拗阿敏啊。我已经送一支安尼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从迄个骨头肉的肌肉无力的，食这对不对？嘿。但是有当时骨头佫无够顶。对。医生拢讲伊欠钙质，你知唔知？嗯嗯。啊，骨头疏松，骨质疏松哦。嘿。阿敏啊，来，表示者，表示者。嘿。除了咱的加强咱的迄骨头、铁骨啊，生了后吼，咱佫较补强这个钙。嘿。我佫来送一支。啊，这支哦。嗯。这支有经过我鉴定过。嘿。这一缸一粒就够。嘿，这钙一缸一粒，而且内底维生素 D3，一般钙内底 D3拢迄落200毫克，200IU，100IU，是，一支是一缸一粒400IU，400IU哦，等于你食一支钙，唔免阁食维他命 D，嗯，哦，唔免阁食维他命 D，对，啊，这唔是我，这是我甲阿敏阿欧的，啊，今日换你，好来，今日阁加上这罐，啊，这罐，啊，这罐，这罐安尼，这罐安尼，安尼款几罐？哦。啊，这就含这配合，安尼好不？赶快200罐，200罐。安尼我这样，等下我配合200。是。哦。好。安尼，观众朋友，电话紧继续卡，0800-7633-888。但是我先讲哦。嘿。我先讲哦。超过无啊。就是讲哦，200分。嘿。200分，你即马电话搁卡对了。譬如讲，你即组食了啊，对不对？嘿。你下一届搁要来买的时阵讲，哎，啊，我顶届，譬如讲，即组拢食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结果你就讲哦，人我顶届有送这。啊！你下次搁要买一组安尼5000，啊！我顶下有送这個，搁有送这個，无啊啦，哦，未使哦，未使哦，哦，啊，介都无啊，今日过年吼，那是过年特别节目，特别节目吼，靠大优惠，你看过年特别节目，这款是吼，我特别加码，对，所以吼刚刚很该，啊，所以吼咱的爸本来是无要加这啦，伊拄只阮买龙眼进前，伊讲要送一支啦，我讲啊，你过年大概哪迄落。要甲拗拢足雄的，即摆我无甲你拗较雄的吼，啊我甲讲啊，你安尼无够水亏啦，结果吼，这个人嘛安尼吼，安尼直甲袂讲，啊无来，搁加一罐出来。因为我食人头路心思有烦啦，所以吼我吼为着要回馈咱的观众朋友，我吼讲会带一罐出来啦吼，阿敏吼加送一罐啦，安尼啦吼，啊这数量有限哦，啊这吼所以吼这百内底无，咱的百罐顶无哦吼，啊所以吼你来会记，搁有加强一罐。电话金卡，0800-7633-888。这我来讲，要为着要送这罐吼，伊安尼唔甘丢吼。
啊，佫敲电话问叶大哥，啊，叶大哥讲啥？叶大哥讲哦，啊，迄个一年才一拜尔啦，啊，免啊免计较迄个，佮送落就对啦。送落啦，嘿啦。转转做个计一拜。所以吼，我得佮送出去啦，观众朋友，但是吼，继续看。人工一组啦，一了，你要一届买一组，买两组，买三组，嗯，嘿，总共两百组。啊，但是吼，咱讲实，下一届买买的时阵。这都拢爱，这都无啊！哦，这两行拢无。今日靠五年哦，这两行拢无。嘿，今日今日靠五年，所以电话紧卡，空八空空，七六三八八八是今日吼过年。这因为过年特优惠靠五年。过年你要搞就通安尼。啊，你这款吼会再含咱的固基率做伙。这一工一粒对哦，嘿，一工一粒。这高单位的，一工一粒对哦。哦，这四百 IU 的维他命 D。嘿，啊，咱的固基率是咧食哪？你都拿软卡。哦，要是讲到行路，安尼了了行了无气力，你要食这固肌力。嘿，为着吼，要让咱这肉生起来，安尼，像他带迄大姐讲吼，伊卡多人安尼吼，就是爱食咱的吼固肌力，啊加袂起，啊你嘛加食，你嘛加食，安尼固肌力就加食，啊再加上阿面上的这罐钙，哇，迄就是真正足好诶。电话金卡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。今日电话就歹卡哦。嘿，拢满线，就拍卡哦，规个拢满线吼，啊，所以吼，你有耐心卡，卡通得厉害，哎，养较久的，哎，啊，养较久的，因为客户即马拢在接线，做无时间呢，嘿，啊，养较久的，啊，养久得厉害，对，啊，因为吼是过年吼，特优惠叫我上这罐哦，啊，还够加这罐哦，啊吼，普通时是无哦，吼，这罐，这罐伊，这罐伊本来吼无啥爱送，真正是卡电话吼，问叶大哥讲。啊，通送无？人叶大哥嘛足慷慨，嘿，一句话一句话就甲讲哦，啊，人都要顾，啊，就一年才一拜尔，不要紧啦，过年大家欢喜啦，哎。嘿，啊我吼，我嘛是阿黄姑呢，讲吼加送一罐这呢，所以吼电话紧敲，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。这导播讲这只好爱要造出来啦，好啦，这只好今年好年啦，你看这只囡仔偌水都偌水啊嘞，三零四的哦吼，保温的哦吼，电话紧敲，哇，规个拢满线，观众朋友今天电话真正足歹卡，啊你要耐心养，啊养养较久嘞，养久就厉害呀，咱讲实在，今日吼，这一支。那市面上你买上起码嘛，得要600-800，嘿，要800，对，啊，这一罐嘛得要1000，对，啊，这五罐要一，我咱切打折，切10000好啊啦，嘿啦，切10000啦，啊，这不止800嘞，这限量版的，限量版的呢，我这一斤要1000，嘿啊，这限量版的呢，10000、10000、10000、10000，安尼总共加加万二的物件，今日卖偌济？好，今日还卖5000块尔啦。啊，这啊过年啊，你真正有感觉？有感觉，有感觉，对过年的感觉。真正有感觉，我讲哦，这五案吼，就爱12500安尼。我就讲，我就讲迄落，我吸收咩？哎，啊，佮加上这个吼，爱1000块，啊，是啊，对啊，哦，所以观众朋友，唔通错过这好机会，今日吼。过年较有呢，今日电话金卡空白空空7638888，数量有限哦，无定定有诶哦吼。电话金卡过年才有通安尼啦，过年较有诶，啥物人较爱食这？你固执所生，固执所生，这一工个价钱来要食。嘿，啊，你若固执你就是安怎？你走路诶软脚啊，感觉安尼肌肉吼拢软软，对，哦，啊袂带力，安尼弹弹弹，啊袂带力，哦，你走路袂带力，你固执你个价来食，啊固执你保养一工两粒着，安尼若要加强，透早两粒，暗时两粒。嘿，啊！那固执你呐，透早两粒，暗时两粒吼，一礼拜你就会感觉行路较快活。对，尤其是你迄洗碗的时吼，啊，洗一碗这又足酸的吼。又才过来酸有无？哦，迄就是你肌肉会开始迄流失啊。哦，我迄经营一礼拜你就感觉。啊，是你也去菜市啊吼，行买菜时吼啊，敢那伊无力去行了，迄就是肌肉开始流失啊。有诶，暗时啊倒咧，有诶暗时啊倒咧困，又才过酸甲安尼冰来冰去哦。嘿，真正你要困进前，搁加食迄两粒未？伊骂就较袂冰来冰去，对，迄有只有诶，迄真正有诶，身家有只滚吼，半暝身家困袂去，困袂去，搁爬起，嘿，啊无在条困，困袂落眠，所以观众朋友啊，像这情形诶人吼，都爱紧敲电话来报道慢无，甲咱诶固执力去等伊食，啊，搁含咱即支吼阿面上诶只钙，吼，安尼下落食吼，电话紧敲0800-7638888，咱若去菜市啊买菜，行两步，感觉腰酸酸诶，迄就是爱补充咱诶固执力。啊，你若今日搁加即支钙伫你食，啊，你若有你食维他命 D 三呢？啊，你得迄个说 D 三会当信赖。好 ，D 三的奖金卖价，这来得400 IU 诶，400 IU 啊吼，所以这款是真正足价值的，足价值的，唔好错过这个好机会。你甲看，咱将来卖咧送这款，今日是第八个哦，过年较有哦。电话金卡0800-7638888，哇，今嘛贵拢满线。金牌卡啦，金牌卡，对对对对，金牌卡，哎，嗯。啊，200组是咪爱搁加一个？200组，应该是我甲你问啦。200组是咪搁加一个？大概拢你咧加拗，对不对？
阿敏啊，喂，两百够够，今日无，今日电话这么卡呢，规个拢满线啦，今日电话真这么卡呢，真正呢，你若763-888卡未通，就卡863-888，哎，啊，我若4点就刷的时候，你哥会使继续卡嘞，嘿，无这么卡，你有要加无？你有要加无？啊，什么啦？你也加，我就加。我来加。你也加，我嘛好大个加。我就加只鸭，对不对？上过下我先试减两一罐，也不要紧。对，来，我就加只鸭，对不对？嘿，我加只两罐，不要紧啦。过年靠我俩，加落去。嗯，回馈给咱的观众朋友，给咱的观众朋友身体更加健康。啊，但是咱讲正经的啦，那迄个这人讲起这阿敏也看有对的，啊，人伊咧领薪水，咱嘛歹势叫伊开伤多。即卖啦过年过吼，啊，咱家家都是安尼。这都无啊，啊，这拢收收开，收开啊，拢收收开。我系无头路，啊，即卖吼过年吼太优惠，我哪有摕钱出来买咧？伊嘛赞助着，我哪赞助着的呢？吼，大概拢甲拗我，甲拗一届。电话金卡，0800。763-888，赶紧了，莫错过这个好机会啊！过年较有年吼，啊，咱啊吼，感觉咱手多吧，安尼弹弹弹弹，脚多年弹弹，啊，脚会酸，脚会酸会软脚，啊，洗碗会酸，啊，洗碗又只骨只会软，又会酸软，嘿，迄就是肌肉流失啊！哇，迄少用诶，你一工个食四粒，一礼拜就差有够侪，嘿，你都有感觉啊！有差有够侪，伊早下面迄洗碗就是安尼，即吼又只骨啦，脚床头酸啊吼，啊，用要袂行，我逐工甲食吼，早唔甲食两粒，哇，起码用起起，嘿，真正。所以观众朋友电话紧继续卡，空白空空7-638-888，今日真正真歹卡，爱有耐心甲卡，啊个养较久嘞。你啊，咱吼，咱那迄个做要食吼，那要较强的，就是空白食。哦，要较强爱空白食，空白食吼，空白食吼。啊，你呀吼，有迄酸痛的时阵吼，你得吼，早唔加食两粒，安尼知影无？啊，我看因继续卡电话啦，无广告时间有限吼，啊继续卡电话。啊，即马拢满线，咱先来听歌，啊，我紧来倒接电话。先倒接电话。好，来先来听歌。阮就是做工人，我的路会做工人。天袂光就出门，唔惊路头远。家庭产食无法度，穿着破衫裤，爱人约束身躯无半裤，无法度。无法度，无法度，实在无法度。阮就是做工人，打拼的做工人，自在去无休困，做到断。高山长，望叮当。唔通要想人，因为阮是生活真困难，无变步，无变步，无变步，永远无变步。阮就是。做工人，青春的做工人，为前途爱打算，唔惊脚手软。大粒干，细粒干，打拼在做工，但将来会搭着光明路。梦占道，梦占道，梦占道，做工梦占道。哇，观众朋友，电话赶紧继续录，继续卡。今日这个优待吼，真正歹卡。真正，有嘢拢蛮。因为吼，今日这个优待就是讲吼，这个阿敏啊吼。
豁出去了。阿炳啊，头一摆安尼吼，无少动资咧。嘿，我真正甲豁出去了，无少动资啦。为着要回馈咱的所有观众朋友吼，爱护阿炳，爱护叶大哥，爱护咱的波特曼无，佮爱护咱的蝴蝶。啊，真正这一年一摆，无简单。嘿，真正一年一摆了吼，过年过吼都无啊哦，所以电话吼爱赶紧继续卡吼，唔好错过这个好机会呢。好，阿丽啊吼。0800-763-888啊，卡袂通，咱得加卡0800-863-888，两机拢会通，两机拢会通吼，啊，爱养较久会同意啊啦。你这吼本来万外块的物件吼，今日即落介绍实在是吼，惊人啦。嘿，对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姐，嘿，你好，请讲。来，我来定一桌。好，来，我下一个哈。要问黄顾问，要请教黄顾问。好，来，黄顾问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啊，我要请教你讲吼，像迄个胃溃疡啦吼，我胃有溃疡啦吼，啊，敢会使食这？哎，会使，安尼你饭后食，你饭后食。饭后食。哎，你饭后食，吼。哦，啊，像讲安尼，敢会使食恁的一家人？哎呦，迄上好啊！你上好诶！你若当时你一车生一家人，甲倒一包落，吼。哈？当时你一车生的时阵，一家人甲食一包落。你食饭的时哦？不是。一车生牙开时阵。你啊，一车生牙开时阵吼，一家人吼，各甲倒一包落，食一包落安尼。哎。哦，好好。嘿，安尼知影哈。倒咧嘴啊，嘿，莫搅饭啊，嘿，哈。好，那我嘴底就对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倒咧嘴底，莫倒咧饭碗底啦，哈。好，阿你知影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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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知影。好。阿敏啊，喂，你个不吉利，当时会寄来。哎，马仔甲你寄。哎。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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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今麦拢满。你着算，你再搁卡电话好啊。好，好。今麦拢满线，啊，新人客拢一直卡入来哈。嘿，好，好。谢谢，拜拜。这正经大家吃过拢俄罗卡啦。嘿，这真正有够赞。啊，拄食这个就是固基力食到真好。嘿，对。这个就正经吃固基食俄罗卡。对啦。啊，今麦卡来分享嘞。啊，今麦看到这优惠吼，嘿，拢无哩多。赶紧，喂，你好，请讲来。嘿。啊，赶紧接走啊！啊，我是讲，嘿，直接赶紧买迄个。迄个通惠路迄个嘛，啊，阮上次头也袂买你，买食你这，等阮买食迄个，豆奶迄个哦，啊，做啊，食袂了，掺咧食敢袂使？哎，掺咧食袂要紧。好啊，正讲买，咱较早我也袂食你这麻买食迄豆奶迄，啊，做啊，哎，豆奶另外一个主持人买啦，哎，教你食袂要紧啦，嘿。哦，昨下我昨下拢客群无甲食，昨下食你这毛，啊，迄时间都无够啊，剩三块都够。那要食不要紧，做伙食。哎，做伙食不要紧，哎，做伙食不要紧。这拢是健康食品。抖音啊，你若唔捌再甲我问啦，抖音我真清楚哈。啊，这拢保证食品不要紧，嘿。就这甲聊，迄聊一炒遐，他们就会散。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嘿。啊，聊一炒遐嘞。哎，做伙食不要紧，做伙食不要紧啊。好，那无，上刀来哦。好，谢谢，好，喂，你好。今日电话是要拍。嘿，喂，你好，请讲来。我是问黄顾问。好，来，请讲。我顶个月买烧油啊。嗯，迄不是油啊啦，迄是保健食品，嘿。不是，我个买两罐起来。疗愈草，疗愈草。哎，我袂记，哎，起来敢是草绿色？哎，草绿色对，草绿色。啊，有啊，因草绿色的哈。啊，对。啊，我你有看到无？你讲我是脑过敏，开始长痉呢。但是我食你向管料啊，是无几粒啊料啊。但是我想要搁买敢有？安尼，你稍等下，看客服甲你服务好不好？哈，稍等一下。好，我向客服甲你讲哈，来，哈，来，客服甲咱接六线一个安尼哈，哇。真正迄是够赞，袂歹，迄食了袂，迄哦，迄真正补足侪人食好个。咱迄阿草个真正有够赞，迄真正食了就补太侪人食好个，真经个。卖讲讲阿草啊啦，今日这吼，今日这嘛补足侪人食好正条个，真正有够赞。很两开偌侪人食了，规拢改善，哎呀，腰脊骨吼，嘿，哦，嘿，腰脊骨上好用，嘿，真经个腰脊骨吼，真正有够赞个安尼。嘿，阿斌吼，遮嘛，嘿，嗯，对，哎，靠我来讲吼。脚酸啦，唔系，即摆咱导播提讲脚酸啦，我脚酸有当时啊，唔是骨头，
是因为你肌肉无力，肌肉无力，啊，食这有够好用。哎，包括阿敏啊，之前个腰脊骨酸甲安尼，我嘛叫伊食这。啊，我就是食了怎安尼，感觉起码吼，超够多，洗较济嘛，正经超够多。所以吼，我才会极力来这个观众朋友推荐讲，咱这个物件真正是有够好。真正伫你食超够多。所有的产品咱拢有去使用，所以你做你放心，这拢把关把关啊，足好个。这今日会卡入来，拢足侪拢买过啊。啊，知影有这个优惠，拢搁卡入来买啦。对啦，嘿，喂，你好，请讲来。你好，嘿。平平金，嘿，平平金，嘿，有看到，嘿，啊，好，一组哈，嘿，一组哈，好，甲你下开啊，好，我头一摆买吼，一摆120颗啦，现在60颗呢，无啦，主底就60粒啦，主底就60粒，甲你买个，哦，顶个是买两盒啦，顶个是两盒啦，120颗买哦，嘿啦嘿啦，还是两盒啦，有减量呢，无啦，无啦，主头个买拢安尼，嘿，有人就有人啦，哦，有人就有人啦，哦，好好。好好好，拜拜。伊就是食过袂歹啦，有食过袂歹啦，嘿，这真正是有够赞。嘿，咱这一直吼自头到尾一克，就是拢60粒，咱唔捌迄个，只有干那迄个咱的糖粒肉还是80粒啦，剩的拢是60粒的，嘿，所以讲吼，咱来吼知影吼，我本来迄有当时啊食多袂记哩啦，嘿啦，因为咱的产品太侪项咧，食多袂记哩，啊，怎样样袂记住？嘿啦嘿啦，诶，含迄搞混去袂记讲几粒啦，嘿，来，今来接一个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喂，你好，请讲来，今日是有食过拢，还没有感觉耶，哦，啊，你食你一工食几粒？啊，早晚吗？啊，你要吃安怎？吃就是安尼，脚趾头那里到腿拢无力啊。脚趾头到腿会麻呀？袂麻，啊，这无较无力。啊，你这镜头偌久啊？偌久啊？有一阵子哦。有一阵子呀？啊，你加落加久拢会酸啊。呀，啊，你即摆拢吃两粒啊，吃四粒。没有，我吃2颗。安尼，你加强，搁加一粒好不？我食足侪药，我唔敢食了受强。啊，这是无影响的，这是并无影响。这是并不要紧。啊，三罐我的。你等下客服给你服务哈。我接客服哈，来客服给咱接无线，给你服务一下。嘿。因为我即马这唔是讲个时间，所以袂使讲啊，还袂当讲啊多啦，嘿啦。但我会去用拍卡称。啊，这个真侪人食了吼，啊，了食了过来，搁倒转来，爱时间讲的，今日是太优惠啊。对啦。嘿啦。嘿，我这是食品哦，唔是药啊，所以有耐心来甲使用。喂，你好，请讲。我要问黄崇胜啊，你是食什么物件？那即马来电视做是期间哪安尼面安尼？足水个安尼，烘烘烘，对，啊，足烘烘个，对。我物件真侪啦，我物件真侪啦，我。我要甲请教讲，伊是食啥，我拢唔捌解可以。你甲我讲者，我面拢红起，你知无？对啦。啊，那你今日会使做食嘛？我甲你讲。啊啊，是人讲实话啊。我坦白甲你讲，阿汤我逐天食吼。嘿。阿汤我逐天咧食。阿汤啦。嘿，阿汤我正经逐天食。无啦，你食啥啦？食啥物来保养？哦，安尼我连刚才甲你讲啦。连刚甲你讲啦，哈。安尼啊。明仔甲你讲，明仔甲你讲。真正甲我讲哦，无你的节目我唔敢看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我拢唔知讲要食啥哩。哦，好啦。啊，即马吼，咱的时间要到啊啦吼，大哥先甲伊讲拜拜吼。啊，要爱的人吼，电话阁继续卡哦吼。拄啊较歹卡，即马阁继续。啊，即马电话阁继续卡，啊，时间到要甲你讲拜拜，谢谢黄坤，谢谢。拜拜。